洲浩瀚难以预测，但总不能否认这个巨大的距离。我们知道，光在真空中行走的速度约为每秒30万公里，一光年指光在一年时间里行走的距离。换言之，如果太空里有物件距离我们300万光年，就表示光要行走300万年才能让我们看得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全宇宙的历史大约6000年，如果创世只有6000年的历史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声称行走了几十亿年的光呢？宇宙无疑是浩瀚无比，范围也确实有几十亿光年。在大型望远镜的协助下，我们能清楚看见，我们能探测宇宙庞大的距离。问题由此产生了，我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我们要把问题放在创造论者的世界观中解释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6000-7000年前创造宇宙，在6日创造周里，他第4日创造万有。那么我们怎能看得见光与光速行走？而光只能每年行走一光年，因此几十亿光年真的只光需要经过几十亿年才能到达这里啊。可是我们看见临近的星系，也看见非常遥远的星系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看见这幅美丽的宇宙珍珠相片，这串珍珠环是我们在1987年看到一颗恒星爆炸之后出现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这颗超新星命名为 1987A， 一颗恒星在附近的星系里爆炸，这个小星系名为大麦哲伦星系，距离我们17万光年。表面上这看似是光经过了17万年才能够到达这里。如果宇宙在圣经时间里只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，我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我们看过一幅图像，像美丽的珍珠串环，它带着一些资料，让我们看到更大的问题。譬如超新星在临近的星系仙女座 M31 星系出现，距离我们250万光年，故此再次从表面上来说，它的光经过250万年时间才能到达地球。可是我们确实看得见，那么我们不能只说神就是如此创造，因为这意味着星体的光包含错误的资料。如同说神创造了所有的光，但这光要用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，这也意味着所有资料，包括关于这光的一些相片，都包含错误的资料，如同没有发生过一样，诸如此类的。假设宇宙的距离基本上如测量的一样，量度精确而正确，这个距离相当广阔。假设光速是个常数，不会随时间变更，我相信即使展开不同的辩论，尤其是在创造论者之中，相信都没有任何有力证据可以支持光速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改变。当然这也解决不了问题。现在公式上只剩下时间了，时间不是绝对的。从爱因斯坦的理论得知，时间不是绝对的，时间视乎观察者所在的环境、引力位或速度等等，这是相对论告诉我们的，这暗示问题有个解决的方案。我认为，究竟时间是绝对的还是会改变的呢？假设我们在水平面设一个准确的时钟，时钟以某个速度滴答滴答前进，然后我们以第一个时钟为基准，调教好另一个时钟，放在珠穆朗玛峰之上，我们会见到在那个山顶的时钟走动的比水平面的时钟稍微快，这称为引力时间延缓效应，实际上由地心引力所致，形成空间结构里一个凹陷或者井形的地方。事实上，时间下落到凹陷处，越接近凹陷处底部速度越慢。同样事情也能套用于地球和时间的关系里，当人们越接近地球的引力场，时间事实上会减慢速度。我的工作就是建立时钟和钟摆，其实我正参与一项未来的计划，替国际太空站和欧洲太空总署量度时间的流动。
即位处200公里高的太空站上时钟的时间流动和地球实验室的时钟流动的分别，以及利用原子钟等做比较，我们就可以见到变化了。全球卫星定位的时钟需要一个校正，它每日跟地面的时差为38微秒，非常精微。由于全球卫星定位的时钟位处更高，它环绕地球的轨迹约在20000公里之上，因此比同类时钟在地球上的步伐较为快一点。圣经对于地球的年龄有个清晰的时间框架，从圣经记载的族谱中推算出地球大概只有6000年历史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年龄的问题了。如果地球只有6000年历史，那么我们怎么能看见遥远星系的星光呢？解决方案就是，如果在创造周期间，尤其在第四日，当神创造众星和宇宙，如果地球时钟滴答前进得非常缓慢，换言之，当神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地球时间流动得比宇宙时间更为缓慢，也就是比星系及众星的时间都要慢，那么即使距离地球最遥远的物件，宇宙也能提供充裕的时间让物件的光飞到地球。而事情只在创造周里第四日的24小时内发生，因此亚当在第六日被创造，他睁开双眼的时候，光已经到达地球，他就能够看见。假如当时他有大型望远镜，他当然没有了，倘若有，他也能从宇宙里看到部分的遥远星系。因为按天文时钟计算，那里有充裕的时间让光从遥远的角落飞抵地球。近期有一些关于我们宇宙中星系的大规模研究，在二度市场星系红移巡天中，看见在我们星系的平面的上方和下方都有若干星系的存在，我们可以由它们的红移幅度来量度它们的距离，有千万个星系，我们可以看见它们的分布位置，大家可以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，因为在图的中央，在最顶端之处就是地球的所在，或者我们的星系所在。我们从其中向两个方向外望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星系，这里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星系，它们的排列好像在一个看似是同心轴的外罩上，就如我们向外看，我们只看到其中的一小片，于是大家就在这里看到这些圈圈。另外，斯隆数码巡天计划也曾就千万个星系做出过类似的探讨，其实这都是和之前的研究朝同一个目标进发的，尤其是在上半部分，你可以再次看到这个同心轴的结构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这是对的话，是展示出我们的星系是朝向着宇宙的中心，而其他的星系倾向于围绕着我们，而且排列于一些同星轴的外罩上，就如绕着我们旋转的球体，我们是中心点或是接近中心点，于是我们可以俯瞰宇宙，看清楚我们的四周。我不是提倡中间派的地球学说，也不是要返回哥白尼学的前期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围绕着地球，我只不过想表明我们的星系是在接近宇宙中心的某处。神是创造者，他创造物理定律可以随心所欲，圣经也有说，也多次提及，最佳例子是以赛亚书第48章13节，经文说神铺张诸天，把天展开，其他地方把天誉为帷幕或帐篷，由他拉开，那里暗示在创世的过程宇宙是快速展开的。我们现在知道，从遥远星系红移现象就知道宇宙在膨胀，当然我们可以说宇宙过去曾经膨胀或者再膨胀，我认为就是这样，跟圣经的描述一致，在创造周期间神快速拉开宇宙，好像空间的结构自动展开一样，让时钟慢下来，产生一个相对的效应，地球的时钟在这一天走得非常缓慢，在拉展的过程结束，当神结束拉展，时钟又再次恢复到与现今相同的速度，光需要从遥远的角落飞抵地球，因为在创造当日的24小时内，
在天文时间里面已经是数百万，实在是数十亿年的时间，因此光有充裕的时间飞抵地球。当我们看着宇宙，今天我们所见的光是在创世的第四日起从遥远的地方飞向地球，或从遥远的地方穿过我们的星系直飞而来，然后在过去6000年完成最后6000光年的旅程。因为地球时间现在跟宇宙时间的速度一样了。我的理论是基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定的，我得承认是相对论的延伸。我这套理论建基于圣经的历史是真实的。我认为由于我们此刻在回望过去的时间，我们正是在回望创造周和第四日所进行的事情。正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了众星，因此我们看得见太空，可以回望太空，更可以在此刻就回望过去的时间。我们可以看见众星被创造的情况。我不是指众星是自然发生，也许有些会在适合的条件下出现，但都是按神的计划发生，按照设计物理定律在适合条件下出现。可以肯定第一批星宿一定是超自然的被创造，因此我想我们看得见创造，如同看见创造发生的一刻。就姑且这样说，我们可以回望创造周，看到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过程。我们看着宇宙，尝试推想过去发生了什么事。这跟实验室做反复科学量度是另一回事。所谓事实是经过诠释的，事实是通过一套世界观，一套信仰系统而被诠释出来的。譬如来自观察者或研究者的世界观或信仰系统，关于宇宙我们只接受到从过去传递而来的光，我们会做出诠释。这实在是历史性科学跟操作型或实验型科学不能相提并论，理据也较弱，因为我们无法跟宇宙互动，我们不能向宇宙发出讯号，跟它互动得到回应。我们其实只能靠所接收得到的资料和所做出的诠释。我们肯定是在回望过去，但要学习正确的诠释资料。要诠释资料，很大程度都依靠我们的假设。该做什么假设？该由哪个假设开始呢？我们根据圣经事件做假设，就得到合乎圣经的答案。我们根据宇宙大爆炸、世俗化、无神论做假设，就得到一个世俗化的答案。宇宙大爆炸中不存在神，这是自然主义的观念，企图摒弃神，摒弃创造者。当然有基督徒说神运用大爆炸，他们好心做坏事，因为大爆炸不需要神插手。大爆炸的支持者发展出他们的理论，营造出一个全然世俗化无神的环境。在大爆炸中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创造，这实在是一场以人为本的世界观，或人本主义的世界观，跟圣经的世界观之争，而不是科学与宗教的争论，或谁拿出最优越理据的问题。正如我所说，事实是经过诠释的。正由于这场世界观之争、思维之争、思想控制之争，帮助人看到我们宇宙的真实历史，这就道出了为什么争论如此牵动情绪呢？因为这不纯粹是客观的、临床的事实，换言之，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，所以这个辩论才会如此激烈和争执不下呢。当达尔文主义抬头成为否定创造者的借口，科学与神如何融合已不是问题重心。重要的是，这成为世俗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手法，并自动地把某些起源的理论拒诸门外。当我们看圣经，他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神创造整个宇宙，包括这个美丽的地球星球。他给我们箴言，是神对我们的忠告。他说我们要专心仰赖他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
我不相信神会有一刻想我们不去动脑筋思考，因为他说要我们全心全意和用心灵去爱他，他想我们相信他，但我们一定要把思想以圣经的文本为依归，以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为依归。